接下来路会跟科批政党会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吗？这未来再说嘛。他还有很多可以这个来邀请的对象啊，让他去充分考虑，他应该什么样的人选才是能够跟他相辅相成。那接下来路会跟科批政党会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吗？这未来再说嘛。